一见汽车就没魂了。我要是能开上汽车，死都愿意。那是你，我可得活着回去。老婆孩子比什么都好。妈的，又是这个破箱子挡道！谁的？谁的？放了枪！报告班长，那里头放着我的东西呢，留着吧。啊，扔远点，扔远点。不就是一箱子破屁眼吗？扔了算，兵荒马乱的，这是借人家的还得还，要还指着他养家呢。败如山倒哦。这什么事儿呢？白天那些个伤兵，冻的疼的呗。没人管啊？谁管谁呀？好几十万人都给围在这儿。哎呦，春生，真有你的！给，哪儿弄的？死人身上扒的。哪儿的死人？那边伤兵冻死不少呢。那穿穿吧，穿吧。这事儿啊，活人比死人要紧。老田，啊，这还有酒呢。哎。还真是酒啊，在当官的身上摸下来的，嗯，啊，老全，我跟春生真有怨气，碰上你这么一好人，一路上照顾我。出门在外，谁没个难处啊？再说咱们不是老乡吗？老全，老全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了？哎，昨天晚上的酒把我脑袋都喝晕了，都快看看怎么回事，人都没了。啊，都跑了？怎么都跑了？共军要冲锋了。啊？那咱们也跑吧。往哪儿跑啊？回家呀。回家？想回家就在这儿待着。你现在乱跑，到时候一冲锋，那枪子可不长眼。咱们呢，还是等着当共军的俘虏吧。俘虏了倒能回家了，还给你发路费。那就不能跑。对，想回家呀，这时候就不能乱跑。那人家不用枪打？不会，两只手举起来就行了，就。怎么举？就这么着。这样举就行了。嗯。嘿，可别随便往腰里摸啊！到时候你一摸腰，枪就打过来。共军优待俘虏，管吃管喝还发光洋，这事我经过过。没错，就那么举着就行了啊。不是还没冲锋的吗？别老举着了。
村长，村长，家里人都不知道，就这么死了。富贵，咱们可得活着回去啊！回去了可得好好活。老全，打炮了，打炮了！这衣服昨天晚上你是从哪儿扒下来的？就在那堆伤兵里，一大片的都死了。这上面还有我兄弟的部队番号，还有一个连的。老全，你干嘛去？打炮呢？老全，你兄弟长什么样啊？跟我一个样。老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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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全。